看那个云子真漂亮。嗯，哎，那个柳毛上云子。嗯呐，像那啥似的。那还有花脸，那个油花脸回来。我们小分队上山。嗯，瞧瞧这云子好不好看？都捡一根，西捡一根的，这地毯式搜索，寻寻觅觅。他们喜欢单独生长了吗？不喜欢群居了。哎呀，再搜索还有。瞧瞧瞧瞧，这边还有两个。哎呀，这走不出去了。又发现一个大姑。哎呀，小丁点让他们找吧。你看这小丁点，嗯，这叫小丫丫头。嗯，我留着这长。你看这转圈全是。嗯，哎呀，这小丫丫头真多。就这个时候有乐趣。刚才我走的都，我都快躺这儿了，我都不想走了。你看在跟前转、这个、转圈走。这个头还能要吗？不要了，酿这母狗就不要了。对，这杆还是不错。哎、哦、呀，这小一堆小蘑菇芽是吧？嗯，是有收获的。你看这，这蘑菇都这么大了，带劲吧？你看这小蘑菇芽子，哦、就这样蘑菇才好呢。这，让你踩个过瘾。这个好啊，真漂亮！这你看，你看那个小的脚，那脚差点踩着了。买太多了，这个黑的不行，这个好像还行。这是干的了都。漂亮哈！哎呦，要稳准狠，下手够快。看、啊，就这一个小树根儿。哎呀，真漂亮！这都半干了呢，你看这蘑菇。嗯，半干了，真好。忘了吧？有，还有。啊、看在那里。哪儿啊？哦，哎呦我天！看到没？瞅那，走过去都没瞅着你。这干爽的蘑菇多好！跳板跳板，过来，这还有，还有这搜刮搜刮，一会儿一割一会儿一颗呀。正要走呢，你看，走不出去了。啊、哎呀，这大老牛肝，像不像阶梯儿了？像不像阶梯呀、啊？你看看，再是长杨树黄的呢，你看，大的都让人抠上了。看、啊，哎呀，嗯，哎呀，转圈儿，你看。这边也是，哦，你看，这杨树黄呢，你这要收老牛肝的时候，还跟你奶奶采过老牛肝呢。这还杨树黄呢，这个大点，你看转圈哈，哟，顶上这杨树黄还挺大的，够不着啊。总算出来了，哎呀妈呀，总算出来了，幸亏没有让我们空手。临出来了，山神爷爷还赐给了我们一点点。嗯，你什么他妈都出来了。嗯，我们两个磨蹭蛋。伸胳膊撂腿呢，换上工作服准备出发呀。铁锹，使劲。还得拿个锤子啊！拿那个大锤啊！那个，那一会儿你开车走啊？嗯。那你就啊，缺方子了。他要是底下他不放的，就放底下了。
那要几根？四根，四根都不够，差不多啊。他那个小萨子小，那门板要是能用得上，也给他拉过去，哈。那你这家伙事多好啊，跟小狗啃着似的。你这是这个都光溜，这是扒树皮的铲子。对呀，专业的活还是找专业的人干。那老张你也是啊，那小媳妇还得整个大的啊，定板定这个还得有说道啊啊，还有说道哈，这家都懂，都得定三角的。你就定那条线，木头不爱裂吗？再给方子没事儿。啊，得定成这样三角。那个马凳啊，先把马凳停开。钉子吗？看哪个大头个高出去了呀？这他舅哥，这不说巧，你巧，你那司令可巧了，一说都妹夫巧，你看他他妈不干。那二哥他没说我巧，你巧个屁，你也不左皮来了，你要左皮来你就巧。板儿没拿上。写字啊？嗯，写字也现在是，那家叫老师给逼着的，我那大小味儿放。哎，写字也是，都是来。来上写，那个写字给你们创价吗？多少号？这行不行？我从这边打开。吃饭也挨揍那种，上学也挨揍，都躲避来。啊，这躲避来的挺难受啊。那上学挨揍啊，吃饭也挨揍。那边，咱有两块板就完事儿。那有的是板，那多铺一块呗。小棚子，有模有样的小棚子啊啊，是不是有模有样的了？哎呀，回家这会儿功夫，这不都安排上了吗？那个门行不行啊？不行，比那门还高。啊？那个门不行啊？比那个门还高呢。那都这么大的呀，还用他那个旧门？哎，这铁皮这不嘎巴的挺好的吗？这个？哎呀妈的，还得思考半天呢。你看，不行，在那边家还披个方。那个不是，就搁这上连上去。对，连它就不动它了呗。我拿把那带上，你看。呵呵。